新义乡的圣诞假期，第24号暗时，南投县政府甲新义乡公所共同举办圣诞树的点灯仪式了后，已经闹热来展开。其中，新义乡长苏强表示，新义乡是全台湾上较有圣诞节气氛的乡镇，部落的圣诞布置嘛将维持到元旦假期，欢迎民众来遮佚佗。罗纳基督教会唱诗班所带来圣诞歌曲，马上和现场充满过节气氛。新义乡罗纳部落在24号暗时，客满大批前来参加的游客，都是为着等待上重要的圣诞树点灯仪式。请点灯！最后重头戏就是拿花笔报佳音，数千名游客客满罗纳部落街路，景象是美丽又壮观，也带好所有参加游客难忘的回忆。那我们的圣诞灯是一直都会维持到我们就是元旦啊，也希望大家趁这个时候到元旦的时间，都可以到我们部落来欣赏我们所布置的灯饰，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美丽。每一个村民呢都很热心、很细心的来布置，所以今天的场面真的太让人感动。罗纳部落圣诞装饰营造出真高的过节气氛，和第一次前来参加的县府秘书长洪水弟是非常欢乐。新乡长苏强也欢迎游客会当踊跃前来亲身感受。我个人是第一次到这个罗纳村来参加这一个晚会哈，那我也相当的能够感受到说这一个原民地区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过年的气氛，就是到元旦哦，还有元旦也是我们的这里的一个春运啊，春运啊，刚好这个季节也刚好是梅花盛开的季节，那其实这个时候来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因为除了体验宗教节庆之外，又可以赏花梅花又可以晚上可以泡个汤，体验部落文化的一个体验文化之美了。新义乡的圣诞假期已经在24号暗时展开，过节气氛和装饰将一定维持到元旦假期，民众不妨把握这礼拜最后时间来到新义乡各部落参观欣赏。记者金山采访报道。